果然人生无常。6月7日，据媒体报道，百万网红棒糖妹去世，年仅27岁。据悉，她虽然是泰国的，游戏水平却很高，喜欢玩王者荣耀，在中国也有大量的粉丝。没想到如今她突然去世了。关于死因，有报道称是她两个月前吃饭时被食物噎到，支气管也被卡住，差点窒息。家人将她紧急送往医院，可还是抢救无效去世。目前她的葬礼已经举行，相关照片也被曝光，布置的比较简陋，姐姐亲自为她擦脸，脸上难掩悲痛之情。愿姐姐节哀顺变，也愿棒糖妹一路走好，希望在天堂你可以继续常玩游戏。 I want to hear the dog.